陈小春，为着咱全家伙的厝，你一定要忍耐。三年以后，我一定要带入你家。拜天。这是我回来以后，爸交代我的头一个任务，我一定要拿到这个臂弯。副总，天底下优秀的查甫囡仔这么多，是安怎？你独爱方总监呐？敢讲是因为恁祖孙喊到顶大汉，所以日久生情？阮是青梅竹马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真正爆发爱火，是伫个迄天。啊！我今仔日无刷睫毛膏，袂当让伊看到我。校草就是校草，为众真正做引导诶。有啊，我这凊彩放一下尔，诶，做真你就鬼聊了呀。为众是咧讲啥物笑话啊？不过做真你也不是你的菜啊，何况你不是已经如入冰玉啊？富二代千金女主动送上门呢，不玩白不玩。哎、欸，那个怕那个怕。是。渣男，我跟你警告，做真你是我小妹，你若是敢跟伊欺骗哦，我看你一摆，我就拍你一摆。啊！我听来听去，迄当阵方总监只是见义勇为尔，你的故事内底哪有啥物 love story 啊？你是八啥？娘，我，我中诶啊！珍妮啊，阿你人来就来啊，搁赚这么侪物件来啊！这是我顺手买的，有西装、衬衫、鞋啊、手表，啊，搁有一挂限量款单品。我想讲，冠杰就得要去阿杰公司上班啊，这些物件拢是有必要的。我惊伊无时间准备，所以我就身体已经好啊。安尼刚好，人咧讲哦，无功不受禄呢，是讲你买这么侪物件，你妈敢知影？我是用我家己的信用卡，我妈管袂着啦。我拢来这么久啊，哪会还袂看到冠杰啊？哎，珍妮，你哪来？冠杰，你回来啊？你的人到厝内底，你嘛换一个啊？靠你无？不过我这身衫就是爱穿高跟鞋，安尼比例才会好看啊。然后我特别洗多三点钟，有好看吧？像珍妮啊，你是有伫阮冠杰身上装追踪器，还是有派人伫咧阮家门外口徛卫兵？冠杰得过我一顿啊，你又马上来阮家报道。啊，伊出国一年，我拢无看你来阮家找阮呢。阿姐。啊，唔就是因为阮爸给我伤侪工课啊，害我拢无时间来陪阿姐甲阿金开讲啊。冠杰，你倒来哪会拢无甲我讲？你若是甲我讲，我一定会去机场接你啊。我无甲你讲，你嘛会知啊，够差。当然有差啊！你哪会当先去找安迪，无先来找我？然后我嘛想要较早看到你啊。我唔是专工去找安迪的，我是有代志我。啊！你即摆看到我啊，时间无早啊，阮爸妈爱去食饭咧，你要较早回去啊。阿姐，你看，才一年无见面，冠杰就对我这么冷淡，无猜我早这么侪礼物来看。其实这也无什么好奇怪的啦。等恁爸事业愈做愈大，咱两家煞颠倒是愈来愈轻松。
所以你嘛袂当怪讲阮冠杰转来无通知恁一声。阿姐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已经甲冠杰上爱食的餐厅订好啊，而且我阁特别交代，餐厅的大厨只会当服务咱一桌，咱两家人就好好食一顿饭，替冠杰接风，好无？这座位食饭是你的主意，还是恁爸要求的？那是讲是你家己大主大义，阮是无想要去个人玩。当然是阮爸邀请的啊，只不过我是主办人，咱两家人的家宴由我来办，绝对会让恁满意。安尼，我先甲你说一下多谢了吼，爸，啊你无闲规工应该忝啊，去休困一下。妈，啊你要煮啥？我甲你斗相共。阿姨，天暗嘛，我一个查囡仔转去会足危险的，我需要一个护花使者，敢袂当让冠杰送我转去？副总，我看咱先来转，让饭当休困啦。啊，不过我还阁有足侪话想要甲冠杰讲啊。啊，还是我留落来，甲阿姨斗煮食。阿明，副总。你别急，你静静甲分开走，较不甲火烧厝。娘，刚来煮水饺尔，是创到阮家是火烧厝。啊，规客厅哦是淹大水啦。啊，阮爸甲阮妈哦，甲我去饭店住半年。珍妮啊，不是阿姐要甲伊闹开啦。等你一出事，就是千金大小姐的命，所以你还是莫做一挂家己较无熟悉的代志，较妥当。对啦，珍妮，真多谢你哦，送这么多礼物给冠杰。啊，咱就等吃饭的时阵哦，才好好讲哈。你先回去，卡免你妈妈会烦恼。到时阵哦，找我偷囡仔哈。对啦，走，慢点进来。你敢知我跟恁姓公阿伯是差在倒位？一差在，一个是娶千金大小姐。另外一个娶的是曾家松，所以你阿伯才会当减奋斗20年，才会当安尼一直甲我打伫个涂骹的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我即届哦一定会好好打扮，袂予你失面子哈。啊，恁爸仔今日巴肚枵啦哈，我来煮饭。爸，你甲阿伯一直是互相相听的好兄弟啊。咁一定要拼一个关家，爸是为你伫个设想啊。恁爸做周信强的新路，这是无要紧。不过你咧，敢讲你要继承我这个位置，继续替周安弟伫个卖命？啊，人是富二代，你咧？你是公二代？是讲好佳哉？我看这个珍妮，伊还佫袂放弃对你的痴心，伊是真心伫个佮意你。虽然讲伊个性是有较娇，啊，不过假使讲你也是愿意，爸是无反对讲咱两家强强联手。爸，我甲珍妮是做伙大汉的啦，啊，我当作伊是小妹尔，我甲伊无可能的啦。而且我有介意的人嘛。但是，打一个千金，你甲我讲，爸来替你探听。哇，爸。免遐着急啦，拢还未开始咧。即马我先拼事业，只要是对你的事业有帮助，先定落来拢无要紧。感情会当慢慢来培养。对啦，迄培养的代志啊，先莫对任何人提起，就连恁妈都莫好知。卡比有啥物状况出现，知无？好啦，我知。叫你总监才对。我紧啦，我搁较介意，你叫我冠杰就好。那是安尼，我会使直接叫你小春无？当然会用的啊，
是讲你敢毋是伫个国外进修？哦，我前几工甲饭堂个开会，无听讲你要转来呢。因为哦，我是偷偷啊转来的啦。是安怎要偷偷啊转来？想要伫遮拄着你啊。想袂到方总监为国外转来，变啊遮尔爱讲耍笑。你生气啊？嗯，当然嘛无。你是本档的后生，阁是大方营造的总监，又阁是阮档的看大汉的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，我哪会甲你生气啊？惨嘛，你真正无欢喜啊！我甲你回信了，我无应该甲你讲耍笑。你平安的啦。对啦，啊，你哪会出现伫遮？对啦，迄不用的代志啊，先莫对任何人提起，就连恁妈都莫好知，卡比有啥物状况出现，知无？啊，你嘛知啊，我拄转来尔，即摆过去调时差嘞，啊，想讲出来行行的，顺便看卖哦，我无伫遮几年，不管的建筑风格敢有啥物改变？真正是职业病哦，放假阁白花花休。啊你嘞？你哪伫遮？今日免上班啊？我虽然因爸嘛是股东，啊，毋过事关机密，表阿姨阁无摕到，我还是想卖讲。当然嘛，哎，我只是想讲来附近找一下客户，帮你讨钱一下。啊，想袂到就你抓到啊！只要知，我卖讲，安尼算起来，咱嘛真有缘。咱当然嘛有缘，你袂记哦？伫个你出国之前，咱嘛常常为着同一个案件做伙开会啊。对啦，我有一项物件要给你。什么物件？一个足 special 的物件啦，无安尼好，我会记得这附近有一间网红咖啡厅足出名的，我请你啉咖啡，咱哪里哪讲，会使？那会这么好？我本来就想讲要去附近较闹热的店看卖，了解这附近的商业机能，才有法度高出标案的土地价值。即马又阁有人家己要出钱请我去，我当然会答应啊。怪可怜。啊，当然咩，我拄好嘛，就想要去间网红咖啡厅，我要去忙里偷闲，未到你就去找啊。哦，咱想法拢同款呢。啊，伫这边啊 ，Let's go。无紧啊，你人无代志就好。哎，哪开车呀？红灯呢？这什么味？好，你毒驾，我要报警哦。你等一下，要走啊？你别走啊！你是别听到，我来打电话叫警察甲救护车。喂，一零，叫车祸，有人疑似毒驾。这真是够苦的，我的送员开车送的都跟足辛苦啊！你们那毒驾竟然搞走头，到底是个老百姓命当作啥？我但是不开一台警察局，我就不够陈小春。你们去哪？伊毒驾开车，不管是开车的人还是行路的人，最危险的，我要来去救伊。没货了，对我行了，来。你先买点打给我，叫水都来啊！